当你在你在下卦的时阵，你存在你的内心世界，吼、哦，你在下卦的时阵，就是我自己我个人的世界。当你到台上演唱的卦，大家喜欢，大家介意的，不属于不一定代表我个人所有。所以当我上台唱，我就尽量把它唱到大家喜欢，哦、但我下卦的时阵，我自作。只要我 OK， 我喜欢就 OK 了。所以唱歌跟写歌其实两回事。写歌就等于说，我家己生一个囝，我怎么栽培他？哦，我自有我的迄个初心。啊，我唱歌，那你们喜欢我就唱。